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要买这个店，就爱会知这个店重要。一定就是有一个物件，咱感觉，互人感觉不舒服，互人感觉不有这个物件，是安怎？那这物件出现，哦，感觉人生有所阻碍。所以他要重视这个事项，后续的是一我啊，有我的这个我啦，事项是有我还是无我？哎，有人想讲，哎，我啊，我这个个体这边偏到本来是无我，你要假讲事项是无我，理由是啥物？当然啦，理由大家拢会晓讲，大家讲话拢对，安尼要安怎？抓回我们的内心，是有我，我让刚刚刚好，还是无我，我让刚刚刚好，还是他面对的这个人，他如果很自我，让刚刚他平常，还是他很无我，让刚刚他快乐，他和平，用我们内心来感受在，所以哈，这个是小单的话，到底是无我还是有我的？人生的真相应该是无我还是有我？后学认为有我是很狂妄，因为狂妄意思是说很自大，懂吗？我想要压迫大家，对，因为各位，啊，但是很各位，有一个立法委员，因为伊人格，哦，啊，结果败诉，法官判他败诉，啊，法官判败诉，你法官一下判我需要利益。啊，有法官是法律条文用了，只有伊个理由会讲出我家己个见解。到迄个法官到把这个立法委员建议讲呢，你不要一直活在别人的认同之中啊，就是讲你要走出一条让自己更开心、开宽广的道路，不应该局限在这里。哎，那种道理，咱听讲，咱刚刚这是咱点来讲的道理嘛，就不要局限自我啊，你应该要看这个世界更美好的啊，你可以。可以放下这一切啊！这对咱来讲是得利嘛？哦，对咱来讲是一个前人的足迹啊。但是对这个立法委员来讲是安怎？哦，马上点点点点，咱搞印象啦，哦，我得会点名啦，咱去看咱就知。还是骂呢？开记者会骂，每一定会难免这个法官，一定会这个判决。对哇，伊那会骂伊的理由啊，也刚刚讲你凭什么这样教训我？最难拢是安尼嘛？别人就算是讲道理啊，就算是法律有理由，啊，修下道的话嘛有理由，我嘛是点点表表嘛，嘛是屁股骨啊。所以基地的话、好听的话、有道理的话，那得有我听袂到嘞。甚至这个有，他立法委员得会做官啦，得会如官如听袂到啦。有话可以提的啦，咱真正不管咱这啦。都断判决啦，包括啊，伊两只古话叫较较无要紧啦吼。之前阿扁总统判决的时阵啦，伊当然也是屁股骨啦，讲凭什么法官讲这种话，讲什么讲什么道德伦理的话，就算是法官在对讲道德伦理传播支持者，无人要接受。对哇，身份地位越高，就越不愿意接受咱所讲的。实相的话，所以有我是很狂妄的哦。所以他想讲，咱今天修行啊，得为加管，下回得为加管，小心我们这个我是很狂妄的，我们很容易会因为这个我的瞧不起别人，那么多人瞧不起后学呀、啊。哎，今天这个新进来的跟我讲什么，又要往这边得利，我那心中会很不自很造主人的气，这个狂妄的心哦，这样要注意哦。对，有我会很狂妄，对，跟特别讲话，要爱戒慎乎德，而且要戒慎乎这个字。幽默有狂妄，狂妄掉是多大事呢？狂妄掉是造成真大的伤害啦。哦，幽默，咱若算卖讲作狂妄的，就算咱个据理力争，咱今日个人争一个理由，因为我感觉有理由。你跟你拼到底，其实这个拼到底吼，事后其实咱也有较冷静去想啦，去感受。因为咱跟人的相处，最后拼到底，其实
对他造成的伤害是一辈子的伤害。我们现在看到哎，对方对不起我，我要跟伊说理，我要希望你听一下我的意义。当咱在跟伊讲理的时阵，其实咱就很容易忽略对方曾经的好，因为咱要讲理有时讲伊无好，我若讲伊无好，要跟你讲理，要跟你据理力争。对方曾经的好，对方来跟他讲，我之前对你这么好，其实伊拢会记得啦。我即摆对你这么好，你为着一寡这小小代志，要跟我变较短，这是对方的心态哦。那若要跟人变较短，是不是让对方拢会想讲你骗你？为什么要跟我变到这些？啊，咱来讲讲他有理，有理由跟你变较短，但对方来跟他讲，你为了这种小事，是不是跟他变较短？有理由，然后跟他讲代志就多啊。啊，但是对方拢会跟他讲，你这理由是很小的事情。这是咱生活生命中真容易出现的盲点啦。啊，所以咱要跟人变到底了，其实这伤害是一世人的。对哇，咱若有可能对人足好的时阵，啊，对方要跟咱疏远的时阵，咱心中是足艰苦的代志。人跟人的相处很容易，这种关系最上是啥物啦？有一个是我想要据理力争，啊，这个理不是无理由的理，对方也是感觉足大的伤害。有我是很大的伤害的，那、啊、他反过来哦，那个掉掉乌来想一步，这有我很狂妄，有我会伤害，反过来，无我他被狂妄啊，无我他被伤害，那他想讲一定爱争啊赢，反过来同一天我想要跟人争的时阵，会当好像无我，其实这伤害就袂造成啊，这伤害袂造成，对方来感觉，伊来去反思啊，但是讲哎，对方好像有所退让。有退让之后，哦，伤害会越来越大，有伤害也都在入侵，反过来无伤害就会越来越感激了。但是用如来如感恩对方一当时愿意退一步，人拢是互相的啦。光明，你若愿意接受这个光明，你也如来如光明；你若愿意执着于这个黑暗，执着于这个看袂开，你就永远如艰苦看袂开啦。所以咱爱看有我跟无我是差不侪咯，就亲像一个往这边行，一个往这边行，你是愈行愈远诶，而且是成倍数诶，你速度会成长。有我不知足，我助攻的处位，何谋独大义不低就？因为这不低就，不低就就是咱红要求啊，咱红要求，咱人家讲，想到你搁变咧要求。要为人讲嘛，是因为不低就啊。咱今日不管做甲啥物款的程度啦，咱是毋是拢会感觉，哇，想要多一个人对我好好的，多一个人对我要求我安怎安怎，我想啊，我要做，我家己都袂当啊。不管咱做甲啥物程度啦，对伊人来讲，会感觉讲，想啊，我都认真读书啊，想啊，我都认真听，我恁爸母搁永远都无满足。啊，这事实来讲，拢是种感觉啊。我读册好啊，恁爸母搁有要求，我今仔日较大汉啊，哦，少年的时阵叫我袂当交女朋友，大汉叫我紧交女朋友，拢会安尼嘛？永远都是被要求，安怎做就是永远都有人不满意。就是咱今仔日咱讲较听到的地啊，我今仔日咱得有牺牲奉献了嘛，是够珍贵，才永远感觉我做无够。永远都在被要求，当然这要求是有分层次的，但是咱心中做永远是会感觉，当咱往要求的时阵，其实哦，蛮不好受的。啊，但是反过来，咱嘛变来黑敢要求，所以彼此都活在不满足之中。咱敢要求，咱不满足；咱往要求，咱不满足，你也太多事，那是安尼。当咱起这个幽默了，这个不满足的心变成互相在伤害。就算珍贵，才给咱的要求是好的。啊，咱心中若无愿意接受，有这个魔了，咱甲对方也是用关心，咱嘛来当作是情也不关心。这有这个魔了，真的是互相伤害。有我对你不满足，有我把关心视为不满足，永远都在互相伤害。比如，就算咱是惊，就会阿德罗嘛，都在互相伤害，起源就是有我。
就是我们小班这个幽默啦。哦，比如我今天第一个就开就讲这个重点，是因为小班最近，其实小班这几年重点拢是讲这啦。不管是重点班、上早班，小班一定会把无我放回一个很重要的重要的重点。因为这个我无好修啦，啊，这个我确实够有大患。所以今天要不厌其烦，我让你哦走向从有我走向无我。当然最后这个梦想嘛是真实的嘛，最后会有个真我，哦，但是咱若无头前的心境的提升，咱永远无法真我。就像你获得一半之前讲出这个哦，这个真常我境，嘛讲到这个梦，但是这个梦一定是最后的真我啊，你头前的这个假我，啊，这个假我还是通过无我的修炼，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真我。啊，这个真我起来的话，就是真正的清净快乐。哦，当中的境界经冒出来，我境界所有为所有为的祸害，啊，不能放。因为幽默里面太乐观心多了，所以比较的总归一句：有我的罪过错，有我。这个梦有多少层次？第一，我着重我的享受；第二，我着重我的想法；哦，第三，我着重我的感受。可不可以身体养修？可不可以我的欲望也养修？可不可以哦？恁的是你种教外想法，可不可以你种我有正好的感受？光是这三样哦，就罪过错是多少个？你想咱哪愿，咱哪执着在这三项？咱今天看你的光明面，咱卖光也是你得力的。你无我的人，你是很自然的哦。那你刚才你所作所为好像。拢是甲德中所讲的是很接近的，伊无我未自私，愿意牺牲奉献。那他反过来，因我人，伊是那边叫伊稍微放下一点点自己的成见，看一下人世间的光明面。哦，这个讲困难了嘞。刚好候选的女儿，她在国中而已嘛，那国中应该都是新书加单纯呢。啊，但是经过小发解的了解，我看伊这个年纪较单纯的人，其实有读者。同辈年龄层的学生思想已经非常的黑暗，非常负面了啦。对，刚刚讲啊，人生有什么快乐的啦？人生有什么好的啦？还是讲什么啦？这做人，做人甲做精神拢甲款意思啦，就是很负面的感想啦，还是讲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啊，这大不同台同，难道其实他心中一点感受都没有？然后看到的就讲，我看到什么东西，惹得黑暗的一面。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生的黑暗面，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感受。我这就是我的刚刚讲过，与人基本上的接触很频繁。啊，你心中若有徛伫这个无我的角度，你就看不到这个光里面。你若愿意用在站在无我角度接受这一切的光明，反观你站在有我角度就去接受一切的黑暗。你是咱就少人敢换了。拢病差不多拢病侪啦，啊是咱为人拢看到拢是好个，啊为人来感受因拢是拢是歹个。这个讲，就讲这个是一个立足点，咱观念一念之间差别都侪啊，这一念之间就是永远的罪过错。哦，啊你一念之间转过来，真的是不是常乐我净？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这个有我。当然，这有我，这我的修炼，我要简单的，咱一定要放在心中。一次又一次，都让我提起两道，哎。我想要对方怎样？卡班呢？我是不是可以不安那些心？还是讲今天反过来，我要求伊，伊无做到，我要求，咱是可以反过来，我家己去保持心平气和。哦，这个是种个修炼啊。那是无欢喜，哦，违背我的意思。《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啊，人不知而不愠嘛，人不知的心。人无了解我嘛，无损我义啊！啊，你因为无我，你因为有我才会人不低啊！你两个无我了，就没有人不知的问题啊！所以要从不愠每个心体开始，哦。继续来看，咱今日个主题啊，吼，能力是修，啊，继续，哦，这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讲题，啊，所以有方法是希望，因为这边呢。课程咱会当甲记两记一两句经典转去啦，对，我这边是伊一句经典啦吼。咱要定什么理？
修什么？你这个理啦，以一切法无我，了解这道理，哦，这道理非常的好。这句是佛陀讲的，佛陀在《金刚经》内底讲的，以一切法无我，最后得成于乐。开始是用这个理嘛，啊，最后心经哦，得成于乐，这个理哦，特别会有解说。除了是忍耐，其实还有一个是认同的，还是讲认看清这个实相艺术哦。这些定境，我跟大家讲，这两个战术哦，人安住在这个地方，你安住在空外清啊，所以你得成于正，你愿意认清楚一切，知一切法无我，还是得成于人，你愿意哦，你修一切的修炼，还是你也得到借由你的修炼哦，这两方面的解释。解说拢会拢会通，咱来看，这是佛学制定的咱的解说啦。什么叫做第一切法无我的性义义念？就是一切法无我的道理。咱一定做到安定而无偏，就是讲咱的安定啊，咱袂去迁移啊，咱袂去改变啊。就是讲真理有什么好去怀疑的？有的人灵力吼，很容易。今日困着一句话，明仔载给你来否定啦。哦，啊，你讲也是多辛苦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哦，你袂去怀疑你。哦，啊，其实这句话真当然，其实经典拢是啦。你愿意相信每一句经典的字的话，安尼去怀疑。啊，知一切法无我这个理，可以安定而不迁。那、啊、而且来讲，菩萨就是只修行人嘛，修行到一定境界啦。菩萨必须通达无我这个法，功夫则较得胜于人。就是讲无我法，你要肯认，愿意相信一切是无我。哦，无我这个真相，爱愿意相信。哦，无我是讲，大家拢是骗，拢是骗，拢是骗。当然，这个骗是因为是成住坏空，所以也可以当当作是骗。但是它也确实的存在，外相上是。真实存在，那不是讲在知影一切法无我的否定一切外相的存在，是咱的心境，全部的道理拢是抓回我们的内心。外相一切随缘因缘，但是咱的内心一定要抓到就是无，那不是要否定外在一切的真实的存在里面。是既然真实存在都没有妨碍到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干净清净，无我是自在的。不是讲外口这个相，让我心内真烦躁，安尼就是你让这个我有我妨碍去。不，我家己无我，我心中永远保持这个清净。哦，无我是不是讲那边否定外在的一切哦，全部利益都是在空里来对的。所以菩萨一定要愿意安住在内心无我，啊，功夫一定要一折嘛，斋是一回事，功夫要做到一回事，所以这功夫功夫要做到得成于乐。介绍哈，认清实相开始有共鸣，这个我知一切法无我，但是嘛是光讨论些保卫的，第一切法无我，因那个重点是这三句话嘛，第一切法无我，这先立定啦，要有啊个各有各价值。那先话，知一切法无我，无我在哪里？无我的相对，但是看到以后，我就刚是讲，哎。这刚是真实的，是讲这刚是我在内心感到清净快乐的。那我在刚刚内心不好的时呢，我都可以舍弃的，不用去执着。观心不净啊，这是我经过的四念处哦，对。那你看这些佛给咱教咱，咱去观想到一切的实相。哦，观想是不只用目睭去看啦，观想到我们的内心，借由目睭去看眼耳鼻舌身感受到的一切，和你的内心就是观。眼耳鼻舌身，咱看到一切，咱感受到一切，我的内心慢慢的去把伊消化内化，咱的心不够清净。因为你讲到是咱，你讲到这个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众生拢是人生是真心。时间，你感觉身体很美好，身体很干净，就是因为感觉身体很美好，身体很干净，
所以咱即摆即个社会氛围拢是非常在意外貌的，而且呢，一代比一代还要严重。行过的前辈家拢会感觉啊，人生最后拢是幻灭，人生拢免执着，拢把这个得力传给下一代，但是下一代好像都没有吸收嘛。我行过前辈家来讲，把身躯外观方面较在意啦，也是讲为人互人因为看了水看了缘投互骗去，来讲啊，你那个在做外貌协会，拢会有这种经验传承。但是这种经验传承呢，你们发现好像不愿意接受呢。有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接受呢，一样愿意走外貌，一样愿意喜欢这个身体，一样愿意往美貌前进。甚至未来，未来来讲呢，讲不要说什么给我世间上的一切啦，只要给我漂亮就好了啦。还是希望一切都长得漂亮就好。但是那我们内心，有可能人家讲是一种无明的，无明因素非常多啦。当然，水是好代志啊。但是夜睡有没有内化到内心的干净，还是说内化到把这全世界都化成就睡了，不是然后给你睡了，睡是爱美啊，你看整个世界漂亮，这样美当然是好的代志嘛，然后真善美嘛，还是美要很大美，要很真的美，而不是只躲在这个外向的这个美。当然，咱观身不净，咱在那心窝，咱那眼睛一改观相，哦，身体是很不干净，身体是。甚至咱讲出来肮脏的嘛，那身躯哪有迄个清气的嘛？有较真侪有看一寡新闻报，伊是嘛变看新闻报，咱用想就知啊。有些很漂亮的女星，还是哦荧光幕前很亮丽的，在生病之后，最近刚好一个假小脸卫星，哦，咱女性很在意头发不顺眼，但是上天一刻了哦。要时间到了，还是剃成光头了吧？是不是很无奈？化疗的，在化疗面前，每个人都留不住头发了。再怎么样的执着，到后来是难化的。啊，甚至到最后弄大小便失禁，你敢看懵了？然后说哦，你也当兵的是，那个排泄部位也让我稍微，然后我就不舒服。所以人的一切，咱若无家己好好啊，家己打理，其实接触到是哦，气味很重，很不舒服。所以人生是很不净的，不管他变到家己老，安怎也是留不住。你要家己往清气，安怎就是袂清气，短暂而已。所以这个要愿意放下，咱外向的这个心愿意放下不执着。当然，咱可以睡下好，重点是咱的心爱不执着。哦，时间到，过去就过去啊。留不住就是留不住，免跟你强求了。哦，观受是苦，爱知讲一世间一切拢是苦的，因为有个人在世间伊感觉真苦，但是因为伊感觉苦，所以就去找乐。啊，伊感觉伊找的是快乐的，伊感觉讲啊，我今日去找到这个伊喜欢的物件，很快乐。啊，但是这个乐其实，感情上的是乐。这是不太好，咱去观想的哦。咱要去找快乐，是咱不能否定讲你找本身是快乐，其他伊嘛是甲咱讲你才会修，嘛感觉是苦的。我再去想啊，来讲咱的观受是苦，因为咱来看咱这个乐是不是长久的？未来刚刚追逐一切事实，追逐一切享受，追逐一切的拥有。为什么到后来你内心会是很枯竭？而且你讲咱今仔日啊，追求好，吃好的吃啦，有人去追求跑车，有钱去追求跑车，那咱去看一寡车嘴报道，很多人到最后拢是感觉讲，一堆有钱的遮尔好诶，搁要去找一个搁愈好诶，一直吹，一直吹，到最后到后来就讲，哦，我的讲那些速度让我们麻痹了。他感受不到一点点的温暖。这是我曾经看过一位在车主的采访，也看到他不断的追求超跑，到后来他内心却一点温暖都没有。你这方面的刺激好像一直麻痹了，就这种观受是苦。任何一切刺激搞最后都会有难，刚刚人生很
空少乏味，我想要回来，你最好最好远离西湖，因为世界上一切一切就已经无法回阮厝啊。咱看吸毒、食毒的人，咱看就无知，但是对伊来讲，我就是想要刺激啊。选那为什么演艺圈？演艺圈最好讲到位，像你这样，人都满在演艺圈的声光娱乐，想在管的收着样啊？因他们平常常那些聚会，无论如何享受一大堆，啊，坐回来就无想要去坐嘛，啊，去坐袂了，啊，乏味，啊，因拢已经徛在极端的娱乐当中，嘛想不要揣到这个刺激，啊，最好是人生我家己无法自拔，所以说观受是苦啊。那咱那所追逐到一切的兴奋刺激，到后来带给我们的是苦。你若不是去惊这个乐，享受这个法乐，这都是无可能长久。哦，甚至到后来会反咬我们一口。你得到越多，你失去越多，你内心越孤寂。那想想，咱提到这样子物件，啊，最后他失去，好像一个连可能先过凉掉的嘛，东西失去掉，像骨牌一样，把我们身体也抽离一部分。有这种感觉，这种失落感，我思考就当最观受是苦，哦，观心无常，哦，喜的是机，那你刚无喜的一切的，无喜的一切，那做了那个管理战术，那心是无喜的这一切，所以它有无喜的感受，无喜的色受力，你这一切是无常的，无常的，你掌握不住的，有难忘情功。美好的角色，好的感受，我想要抓住它。亲情、友情、爱情，我都想要抓住一切。这一切的美好永远都存在，还是说我用这个皇冠可以继续取得这些利益？后来发现还是办不到啊。所以关心无常啊。有形的物件，那么友情的抓袂到，无形的抓袂到啦，那心的物件咱抓袂到啦。所以最后才讲还还无我嘛。啊，是积一切真好诶，哦，真好诶基地啊！这真好诶基地，最后是讲一切都是无我的。啊，三加共诶得力，这是佛陀来开示的真，这东西是最后的最真实的解答啦。一切的佛陀来讲无我，不是讲我跟他有有这个我了，会让得到什么法的解脱，而是讲这个法让我的身体来解脱，啊，不是讲不是安尼哦。一切不然的，你站在无我之上，内心本来一切都无所得。你要愿意无所得，再来修德，你喜欢修德了，要有所得什么？这个要愿意填这块大道，因为有真侪人拢是徛哩。我来不等是想得到什么？我想要有名啊！当然，一开始生活可能真苦，也都在那里啦。但是生活一定讲，你嘛是要行进来正世界呢。当咱当上天无顺咱的意料，咱是不是心得逆转了？有真侪人拢会讲，我对道路还有多信心，就咱还有多信心，得不到我想要的，一直有我所爱的，我光无顺意，到后来发现受苦嘛是不是这个果？当你在求我，你在行道，最后你的结论嘛是我安怎？配得的嘛，要是观法无我，一切的经历，跟他讲，跟他无我啦，有我真的是不是又变无法度解脱的，哦，所以这个是以一切法无我的这个真理核心是不免去怀疑的，啊，第一切法无我有啊，各种出来，哦，那甚至可能补充啦，因为一切法无我是有经的嘛，有啊各种出。风珠讲的，已经来对讲的，冬天要热天，热天的有啥物？像天嘛，就是爱知影天。哦，儒家讲的天，就是甲佛家、甲道家所讲的佛道是同款意思啦。啊，天就是一切的实相，一切整体的实相，叫做道嘛，叫做天啊。不是各种局部一块，但他广义接受这一切的实相。你广义接受，你叫我可以快乐。一切定数吧，咱今天来这地球，咱搁伫阳光啊地球拜，
科学家讲倒一个星球较好。咱个心肝咧想无愿意接受一切，咱哪有可能有安住嘛？所以乐天的从你在一切的实相，哦，个生活完全了解，就是肯定一切的实相，咱才有可能有快乐。所以空中有这边弄，不是是非常好。伊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讲，你唯有徛伫天的这个角度，你才有可能有快乐啦。好像咱讲到一切，拢是苦啊，拢是无清气啊。圣人讲肯定有乐啊，乐也出现啦。爱乐在天，乐在天，哦，乐在天里，乐在一切的真理，乐在一切的道。你管你接受，你很快乐的。哦，所以人生不叫你悲观啊，没有很悲观，愿意站在乐天的角度，一切还是很美好的。啊，虽然话是种快乐的代志，别再看是修，好头前看灵异嘛，那他是修，只修的是真理的实习，这个火候的检验。那你点样看咱的修法，什么款的程度，一定要去修的，无可能无修做会到。咱今日来讲有讲，咱来讲，啊，我今日来上天有保庇，有讲保教，啊，其实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思维。当然，佛公是一定的保教的啦，啊，心里一定是保庇的啦，这是一定的。啊，但是咱若无愿意，我家己搁开始进步，去实修咱家己。咱拢讲啦，咱若有修，咱个寂寞就愈来愈大。咱佛光普照，咱吸收能量较济啊。啊，你若有家己变成一个小我，佮咱普照也是很小的部分。啊，是修的时候，咱家己较大嘞。哦，咱现在我变成一个大我嘛。咱来讲，今天没有佛光普照的角度嘛，是安尼去想啊。什么代志都真的都是要去实践嘞。所以才讲得成于人。啊，得成于人什么意思？这嘛是佛学字典说过的啊，那你看佛学字典老板讲，念就是忍耐，为一个环境而不起嗔心的，这是咱正容易理解。咱常讲忍耐，这是上界基本的忍，就是讲爱忍耐。啊，忍耐是讲咱一切拢干嘛，家己都艰苦，家己要起这心。咱若起心，其实就是忍耐啊，你叫讲就不起。就是讲我屁，我强压，会引爆火山会爆发。当中在火山爆发的时候，你底下的能量已经压不住了，地表压不住火山的能量，所以总是讲引爆发。那火，那个火山没爆发的时候，那无个继续吸起来能量，所以赶快，那给他一点力量，一点强压，那力量总是讲买爆发的嘛。所以以前的忍是讲爱叫咱去忍耐强压，是爱无起这个心。因为当咱若爆发了，大家看到拢是咱的爆发啦，就看到咱的忍耐啦。你搁忍耐伊十年，你爆发个人嘛是该记忆在一分钟啦。你跑前个十年的付出，无人甲你看啦。所以人，我慢慢起这个心，人强压永远不是救济。那卖起心，这是听起来和平之道。当然，这才是好目标。所以这拢是修啊。有在讲，我叫我卖起心都艰苦，我应该起这个心，这是修呢？修是爱去做，肯认他。所以因为卖起心，在安住于得力而无动心。那定力是修，修行不是遐轻松，修行是真快乐。但是无，不是咱平生，但是修行讲一句话，大家就成道，早就一切拢，大家拢成道啊。就是因为咱有咱的业障，互咱无好去啊，啊无好去啊，当然负担也愈来愈大。啊，负担一定真多，所以无可能真简单。哦，这是咱的认知啊，咱做人的负担一定真多啊。哦，这是累世的业报，所以大家就差不多，大家拢辛苦。会做了是更加辛苦，但是要愿意认清，就是一定要到成功，无可能不停上来讲。先像头头头讲的嘛，忍耐是爱无起心之强，有人要强压到这里到，那怎啊无起心呢？哦，最终当咱来向一个信仰说，哟，我就无欢喜啊，都无欢喜啊，你有法度修，马上降服了个，我就无法度欢喜，啊，算了，放下吧，那我来起心啊。哦，这都重要哟。
你是披星吊月，为了发挥我的忍耐力，我不断的忍耐，被动起得成于忍哦。所以呢，你这个最高就是莫以外境契合于间得一。那三个其中还是在传统的古合同，这个古合同是讲它是非常重要的实行法，你是心法还是实行法？就开始穿透了传统的古合同。就是古加上古的，从古至今都是同款的，所以用的基调咯。从古至今一样的路，一样的合同，合同的世间一切，世间一切无，一切都跟我同款，平等无我。那哪管伊安呢？叫所见的真相，是见他无起这个心啊。你若不管伊叫所见的真相，到处拢感觉找无同款的所在。无可能合一的，啊！你不合一，那心一定会有波动的。哦，咱两个心都无计较的，所以要不好咱的心无计较的时候，先得将宽大众生的平等，哦，外向中的嘛不平等，它照回到我们内心的平等。与每一项不平等，让我咱内心心的波动拢会上抓，你看它抓回我们的内心。当然有真侪人哦，刚刚我在讲一个理论。那你都愿意放在内心呢？那么可能内心到很容易死，很实践，哦，有好几个习惯的。只要内心有起任何的波动，我就来听。哦，这些坏心思力，弄起一下，不是生产些东西，有坏提心动念，我怕被哦，这个我在你这提心动念。啊，那哪国际的认知，那我跟你原来的提心动念来记下来，来主动雕刻。哦，那修行我们是一波的。一处登天呢，一是波的登天，你看一波一波吧，那伊渐渐在起起心的起心动念，所以要得生于人，伊如果讲是来知命，我那用另外角度来讲，知命。他到讲到六天，天是咱无得发动的，外在的一切的天，这个道因缘合合成的这世界，咱无得去决定，那故意咱决定的就是。管你知影咱个命，最空住我是伫伊天命。知天命是讲知影我人生安怎，因为这个命就是命数，一切的命数啊。或是跟咱讲因果，哦，如果是讲这个命数，愿意接受咱个命数，知影这道理，知影道理要接受。就是我们在因果的道理，咱愿意接受因果，咱愿意接受耶稣的道理，咱接受这个耶稣。但是这不是消极的，这是积极的态度哦。譬如讲，咱在咱的命无好，我咱经过咱人生开始的一挂经，咱在命无好，咱得当在讲因为什么因，会造成什么果，这就是因命啊。命就是讲，咱家己的境遇，咱会当了解的因，了解这个真理。要看真理，可以接受的是知命。所以努力最好是不为下面，不知命不足以为君子。那努力一直讲文书哦，努力最好是不重要，文书就是要依命。还是讲的学而时习之，最好讲的不知命不足以为君子。就咱来讲，全部经典读了了，依命唔知，不愿意接受。住苦口婆心的人光滚珠光不要大概那么晚就是第一个循环否认了就不愿意知命了、啊、知道一切的道一切的真相也知道造什么知道生命因产生什么果永定是爱安诺不再犯相同的过错所以想要连回不恶过的经过感叹一个知命在不恶过、啊、你往一叫修哎。我因为走这边因果这边个，我从此不再犯。所以第一边的是一处不离个，哦，所以老天第一边，也是咱是修的，你一是修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法啦。好，继续来看，咱的主题啦，哦，开启地位，啊，什么是地位？我们那地位就是道啦，我讲单单啦，啊，但是像咱道讲未清。其实德讲的这不是讲咱人的表达有问题，因为德代表是一个整体的。德永远讲不清，就是因为
代表是一个整体。所以老子有讲嘛，天下皆为我道，大事不孝。平常拢讲讲，这个道足大，但是啥物都无成，是哪会无成？就是福为大，故事不孝。老子在讲嘛，这是因为大所以无成啊。是大家你看袂到整体，所以因为讲伊成啥都嘛讲袂出来。咱只能讲部分讲部分讲部分。老子有讲嘛，福孝。因为你若讲野心什么，久以其细也。故为了伊个细节，都你看清楚啊。看清楚代表这个德的整体，我就看清楚，这不可能啊。道就是一个大整体啊。所以不是讲咱德未晓讲，因为大整体不能讲未清。但是咱会当讲出伊整体接近伊核心的部分，就是讲剥离开这个德的精神，咱只能讲安尼。所以地位嘛是同款，有人来讲，哎，这边是地位。你讲出来，我感觉无地位，啊，但是只要有人感觉有地位，哦，所以咱地位咱嘛通强求讲有一个真正的答案，但是一定还是顾好这个，咱开始讲到的嘛，良知良能，良知良能是上盖好帮助咱的认知啊，所以师父嘛讲嘛吼，以咱的六度万行的智慧篇就讲，果然是不良知良能推的。智巧妙玄微，良知良能推，智慧雷鼓嘛智嘛，他来慧眼破三界，十方测是非呀。智慧也讲了智慧正道，正十一点，正十一点位，正明莫盈亏。所以这是怎么讲呢？地位是，你当你唔知影什么是地位的时阵，智巧妙玄微，叫你要好扎，用良知良能去检验它。良知量能够推我们一把，把我们推向智慧。你愿意顺着良知，你的心会疼，你的心会感觉不甘，你的心会感觉好像不对，好像隐隐作痛，恻隐之心隐隐作痛。这是良知量能在推我们一把。等下雄心旺旺，这些黄龙就对了。所以以下有法子用哲学，常常讲呢，有代志在想那些地位的哦。哲学三论。那今天修法道其实跟世界之前的学问都没有冲突的。有人来讲，我今天来修法道，我伫学校学的代志好像无同款，啊，你对学校的学习有冲突？其实一点都不冲突啊。咱都嘛知嘛，学位最后的学位，这个学位就是你叫什么？叫什么学？而且你看，咱起码大学毕业叫做学士嘛，啊，硕士毕业叫做就硕士嘛，然后博士就博士嘛。可是呢，博士他特别的是，他会说他是哲学博士在什么位置的？比如说你是机械博士，他会说你是办这个学位证书是哲学博士在机械部分。哦，其实讲来，这是加有哲理的这块学术界讲来，你学术嘛是一点，你再往以前进。你嘛，才讲最后一切都是哲学啊！一切东西，你看，全部拢是哲学的领域。所以，那么想讲，那么想讲，咱今修好德，跟咱说二位有什么妨碍？所以有这种讲，世人有是无德，一切尽不弘，一切都不会妨碍的。哦，修德是在你帮助咱同侪，对嘛？咱有福报，嘛会妨碍咱赚钱的，对呢？咱若有做公卖命，阮收到那边嘛袂讲卖，咱做公卖命，一切嘛，咱个命，这本来是咱该收的，我活咱个，咱一定会承受。但是咱愿意收得了吼，活咱这个命，袂去偏偏移，袂去折业，才能够真正的享受我们的福报。咱来看哲学来嘛，哲学本身问题把咱答得出来了，这是从古至今。当然，哲学上面有好几个版本啦，这个版本从古至今一直到今嘛，要继续大家探讨。就是我是什么的，营业是 what are we？ 我们是什么？对吧？啊，那是什么？我在这边的家伙了，回来我那是人，啊人是什么？对吗？那大人不但是一个名词啦，是这个名词伊背后的意义，咱给它讲未出来啦。别再讲的是一个名词，名词就是。啊，我这边读各位啦。
哲学，一比那么好运的重点。你是那是现在是对那是有好处的，那增强咱对真理的敏锐度。那假如讲得高得位非常高，啊，拢爱讲嘛吼，嘛是去讲啊。你一讲，你怎样去讲出来？哦，原来我讲出来是为得，原来我讲出来是得，但是你也愈讲愈接近得。所以赶快，那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观想这个答案，越会接近真理的核心。不会啦，我感觉四人人在安尼，人在安尼，过来日子在安尼过，人生爱过就过，不然就很消极，人生都消极。人生就消极，也缺点就是浪费了太多美好的时光了。有真侪代志，咱是咱去做的，会当去提升的。有咱不是讲要得到什么，因为咱人的目的，头才讲到嘛，我要到哪里去？咱人生的目的嘛。人生有一定是一个目的的呀，我要到哪里去？这是个目的呀。啊，你若无完全无想要达，无想要去观想。因为没当啊，所以你管你一关心我要到哪里去？哦，伊应该说讲的嘛，伊有甲讲的，哎，我要到西方极乐净土去。啊，伊在讲的，我们要到弥勒净土去。那么是这种观念都唔对啊。我们到弥勒的多帅天去，多帅天的净土啊，去那边冲下。哦，这是现在有问题啦。但中，咱装饰没有一个答案。而且答案，咱若无去观想，无去做，咱永远都原地踏步。哦，所以说这是另外，这一点是想的。啊，许我简单，用这部标准答案啦。许我简单讲家己的观念就好了。哦，我是啥物人？啊，许我是认为，伫咱阿未静默静静，咱无得讲出这个答案。所以我是啥物人？哦，是一个卖去执着的代志。对，伊想卖去执着，我是啥物人？按照着目标，我要去倒位，我伫倒位啦。我就想，哦，原来我是对这来，我是要去这个所在，所以我是跟他们是一样的。当我们第一天，我们要去雨天，佛方说的净土，所以那是对第一天来，那是对净土来，咱还要去净土去。那既然是对遐来，所以我就是遐来的。所以我是什么的？刚刚讲的吧。原理佛子啊，啊！但其实这是个名词，咱不能用名词来答案啦。我是跟一般是同款的，咱来讲物质啦，同款的战术的。哦，所以我拢是从这里分化出来的。所以才讲我是想，我得就接下来呀。哦，这有点抽象啦，但大家想就好了。哦，是。所以其实哲学三问，把它重复就是一个答案而已。我就是对遮来，我就是要对遐去，我就是对遮来，对遮去，所以我甲伊是共款的，就是如此而已。既然是共款，所以我要肯定，肯定家己，会当做到遮尔好，肯定家己就是遮尔高贵啦。而且高贵不是讲好哦，因为咱本来就肯定身份，肯定好，肯定性，啊，咱既然是甲伊共款，所以咱慢慢否认咱家己可以赢，也是咱遮尔尊贵。管理家呢？一口气解决哲学三问，那当然啦吼。过程有做些困扰的代志啦。这是一个西方的大哲学家啦，斯宾诺莎啦。这是嘛研究里面，卖烤卖荤，但是你爱理解。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恨，就是讲咱对现在的感情，那有这么侪情绪变化？人就是因为无落天低眠，才会什么情绪拢会行下来。你若低眠了后，你就愿意接受了嘛？你若低眠落天，你会足快乐。这个乐是真乐啦，不是笑啦，笑是一种兴奋啦。你会真乐，你会接受一切，你会无尽情绪的执着。对呀、啊，大哲学家讲嘛，你卖求，你卖考，你卖不，你也懂，要是爱理解的，了解真相首要紧。外在的这一切，情绪其实都是很自微莫及的，
但是人很容易把智慧梦想放在很重要的地方。大哲学家就算是一面搞究竟，也是替我们很多人生的道理。我们把它去了解，我们的脚步一点，爱理解理解上最要紧的。你第三，理解的是地位嘛？愿意站在智慧的角度，你理解越多，你真的情绪不执着越多。继续来讲，顿理实修哦，继续。啊，今天重点拢是顿理实修，还顿理有俩全部拢是咱一般上的所在。顿理实修好像讲了因为我在精，反过来，因为无我你不精，不然无什么好争。是咱因为无什么好争，因为你愿意承认咱是无我的，咱心中的无我就是外是外上无我，咱外上的我，外上因的。我相信呢，发挥了内心愿意无我，内心愿意无我，你就会知啊。无我，知影一切拢是无，知影一切拢是无，咱在想看，生了敢真正有？如果生了是有，咱就感觉哎，不是，不是无啊。所以咱来看生，你若真正生了，哎，还有，好像还有讨论的空间嘛。啊，是咱若详细去解观想，真正真无得到啥物，啊是得到拢是一寡甲量意量诶无关系。哦，咱会当分辨，真正是咱得袂着，得袂着真诶物件。哦，这是另外一寡心得啦。得了不清净，得了不满足，得了无法享受生活。好，好像讲着罗曼章哦，即部戏我着卖讲，好像讲即个清净。咱拢是讲，咱外在一切得到，咱会真快乐。清清甲这个无法用享受生活，也是会忘了。西方的哲学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快乐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得到你想要爱的，所以大部分人拢执着在遮。我想要得到什么，不管是有形无形的，拢要争取，拢要去拼。学生是在拼功课、拼人际关系，出社会了后要拼这个事业。我变成事业影响上大嘛，有几啊十年我变事业，一辈子无法自拔。但是呢，够另外一个享受就是享受我们所拥有。以这句话是怎么讲？很多人都很可惜，都很头前第一行啦，都忘记怎样讲人生的快乐有足大一部分是享受咱所拥有，啊，拢藏伫享受。我想要得到，啊，佮后一句，接落来佮非常的好，佮较贴切。讲着讲吼，人生上界大的悲哀，还是有讲着嘛，去追求我所欲拥有的。但是人生上界大的悲哀，就是得袂到我所拥有的。哦，即样其他其他理解嘛。我是爱这个，但是我得袂到。啊，时间过去了，永远就失去它。人心不断的懊悔，不断的苦恼，所以这讲呢，人心上做悲哀，但是得袂到你想，你想要得到。但是，这句话最后一句，我讲着人心搁较大的悲哀，就是得到你想要得到。哦，或许统整一下哦，人生哦很大的快乐是来自于追逐你想要得到的。但是人生很大的悲哀是：第一，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第二，你得到你想要的。意思就是讲啦，你不管得到无得到，其实都是做悲哀的啦，这都是真正快乐的。你得未到，足苦恼；你得到了后，有两个层次，我感觉足艰苦。第一，你可能发挥太多的精神去得到这个。你为了得到这个物件，你耗费偌济人生的时间，偌济财富，偌济一切，偌济一切，为了得到它。啊，你得到之后发现，变得无遮尼快。就亲像，那么去追求哦，比如讲，那么去追求人生的伴侣，或者什么，啊，那去拼去拼，就是要追求到。啊，是咱看即款，即款社会有哪一对家伙，人家行到最后的？还是因为都变来嘛，所以才说人生想该多啊，比得到你想要的，因为你也发现付出跟得到不成正比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哦，这也是为什么人生从外边要得得到你想要的，幻灭了嘛？你光顾够在希望，所以幻灭了嘛？对吧？啊，就是啊，啊，就是发现你一点得到这么快乐，怎么马上就消失了？然后之前我做过一个研究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刚刚在嘛，哦，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有一个荣誉博士、荣誉教授的学，那几个职位，有名的教授是终身制，可能几年一聘，几年一聘，所以你要大些啦，其实压力嘛就大哎，在教授压力嘛就大哎，所以有几个终身荣誉教授哦，得到之后。被肯定，然后收入嘛就好诶，终身嘛，啊嘛跟这些研究，哇，跟学校定肯定供奉一个，好像供奉一个神明很快，哦，你终身无忧，而且人家肯定你的成就，让我一供啊，得到终身教授的人，他最快乐，哦，啊，请教完这研究哦，把这一群的人想要争夺教授，你啦，你的心理状态，你心理感测量。啊，到最后得到这个荣誉教授的人，又改用仪器测量他的兴奋指数。哎，你今天去做这个研究，哦，本来这一群人，哦，要得到这个人，哇，今天得到这个人，哇，兴奋指数有够高呢，哇，真的好幸福，好快乐。那一个继续追踪得到这个荣誉教授的人，他发现呢，哎，他持续一段时间的幸福快乐都很高档。发现年之后，那一波人赶快，甚至永远你不要去你啊！所以，那个英语的功能哦，人生的快乐。